最起码得回家，回去，回家，最起码得给他救活了吧？那救完活了呢？救完活了再说吧。去把他放卫生间去吧，你先放下吧，我先一会儿先去找找羊奶粉，一会儿放你狗窝里，你给捂着。先拿那个，先把那毛巾拽下来，给它擦一下，喝不喝奶？喝不喝奶？